非常感谢哈、啊，这个冠军杯借我放下。感谢我们今天莅临的贵宾，我们今天的主人呢、啊，主角是各位同学，获得佳绩的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教育局郑局长哦，还有我们沈振东议员哈、啊，周家伟秘书啊，姚振宇秘书哈、啊，还有我们苏恩恩处长，还有各位校长哦，很多哦。我们中华机器人科技教育学会洪俊命理事长啊，石门国小啊，这个刘真莹校长，校长，成大南工王启聪校长，还有银海高中沈树林校长，德光高中杨慧娜校长，还有。台南海事我们余庆辉校长，台南高商黄耀宽校长，还有大湾高中李一芳校长，复兴国中陈文才校长，中校国中黄俊宏校长，嘉里国中李月华校长，安顺国中蔡宗宪校长，华乐国中蔡淑芬校长，安南国中蔡家宏校长，还有归仁国中吴家珍校长，还有后港国小方婉珍校长，新兴国小林良俊校长，海中国小柯希慧校长，文源国小杜雨林校长，威南国小林静怡校长，文化国小许清扬校长，进学国小周生平校长，口皮石小王朝四校长，麻豆国小李珍怡校长，我们也请到的，还有各位校长、各位主任、各位同学、老师，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市长今天特别心情特别好，因为各位都得到了佳绩哦，比那个跨年晚上那天晚上还要好。那其实因为各位同学能够。代表台南市在这个 Robo Ray 的这个机器人比赛能够获得佳绩，这个不是第一年，我们每年都有成长，每年的成绩都一直越来越好，这奠定了我们科学教育的基础。我记得在几个礼拜前，我们在这里表扬了那个参加数学竞赛的同学，所以在数学也好，机器人也好，在科学教育方面，我们是特别特别的加强。那也感谢我们各位校长、各位老师的这个全力的支持全力的教这个指导。那也谢谢家长们的全力支持，因为能够让自己的子弟朝这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孩子也喜欢，一方面也能够让他有更多的科学教育。因为你要让不管是爬坡，不管是回避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东西，说背后都有很多很多的科学的基底要打。那所以说非常谢谢，这机器人不只是机器人，机器人代表了科学教育的很重要的一环，就像 AI 不只是 AI 代表着背后很多我们要深刻思考，除了道德问题，除了人权问题，但是在专业上有很多的层次的问题以及训练 AI 这个智能的问题那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部分谢谢各位校长以及主任的支持，还有老师的协助指导，那我们未来会更好。那对于这个机器人，我们机器人总共得了几个奖？38个奖。好，38个奖。我机里面有38。嘿嘿嘿。那个我们。各位同学有参加得奖了哈，等一下市长在，不是现在，因为我现在手边没有，但是我们就每个送一个花灯好了，小红花花。优先送给优秀的同学，那个昨天那个发表很可爱的小花花，龙是龙飞龙在天的龙，我们要送给我们最优秀的同学。谢谢各位，谢谢。好，感谢，谢谢，感谢，谢谢。